这是一台集帕加尼、科尼赛格、布加迪三款车型的设计理念综合为一体的超级跑车 Arese S1。 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不认识这台车，但是它的前身你绝对认识，而且还很熟。 Arese S1 是由意大利一家名为 Arese Design 的汽车制造商根据 C8 科尔维特改造而来的超级跑车。虽然外观和尺寸有很大的改变，但是发动机、变速箱等重要零部件依旧是原厂件，只不过重新匹配调教了而已。从前脸看去，既能找到帕加尼的影子，也能看到科尔维特的细节。最重要的是，当转到车尾的时候，还能发现布加迪的踪迹，或者来到侧面，你将看到一个身高至少180的小姐姐。跑题了啊！性能方面 ，Arese S1 保留了 C8 的6.2升 V8 引擎，但是据负责人介绍称，这款发动机不仅重新调教了程序，还对硬件进行了升级，所以它的性能远比 C8 强悍得多。最大输出马力715匹，峰值扭矩969牛米。硬顶版本的零百提速大靴只需要2.6秒，而且需要注意的是，它依旧采用后轮驱动。如果你想知道究竟是谁造出来的这台超跑，我只能告诉你 ，Arese Design 的老板是前 Lotus 首席执行官。至于这车能卖多少钱，看到它的服务对象，你应该能猜的差不多了吧？我是极速车市双击关注，告诉我你想看什么车。西瓜视频。